你很便宜了。等一下啊，计程车马上到，这不好坐了，坐沙发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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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， 喂，一下就到了。嗨，从你幼儿园门口走了。雨桐，雨桐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飘飘。现在呢，我带妈妈还有芋头出门了哈。那具体到哪边呢？我们先卖个关子哈。我现在呢，先要去桃园高铁站，那等一下再见哦。喂，你在干嘛呢？嗯。芋头，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？火车、啊、坐火车是吗？对。妈妈，嗨。都抢五百小花，抢要一百一块。下雨了。抢出六百，这个要一百。到了，好。一百到十五。下雨了，冲过去了，到了，冲过去了，啊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好了走了，进来了进来了，对，这个是桃园高铁站，走，我要找一下人工买票，在前面，到售票处了，看什么？没有东西吗？不要看了，不看身份证了。啊，他这有写的呀，孕妇、年长、行动不便者专用窗口。你把钱先拿好，不要掉喽。差的十八四百多。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全票吗？两张全票。三点十分现在几点呢？2:00。哦，那有点久嘞。那自由坐。自己找座位，两点多都是没有座位的是吗？对，等一下。那等一个小时，没有座位到那边四十分钟也是有点累的，要不等一下？那就3:10的吧。3:10位置前后走道坐，分开的。前后走道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会员，会员没有。3:10台中两张全票1080，是北上看到吗？他这里就是这个就是到台北的。到台北基隆的，他们这里就是一个分这个北上，然后那里是南下，那我们就是要往那里，台中就是往南，知道吧？那等会到那里去。现在慢慢买好了，慢慢买有位置的票的。两张，就两个位置，你3:10的，到台中。100。对啊，2点多的那个没有座位啊。宝宝买票只能等一下了，没有座位，三个人站着是不行啊。那大家看到我买的票子是桃园到台中的，有人猜到我要去找谁了吗？这里，这个宝贝，这个一般，这个啊，丢吧，可以丢了，对，丢了丢了，快点了，喂，快丢进去，嗯。好，啊，快丢了，脏脏。好了 ，OK， 搞定。买了一些关东煮，刚刚买的关东煮。高铁站这边吃的东西还是蛮多的，好多。哎，我们在桃园高铁站了。哎，我妈妈前面啊，想把她的证件拿出来买票的，对吧？对呀，啊，我想优惠了，没有优惠，没有优惠哦。啊，这边不要证件，对啊，什么证件都不要，对，就直接买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对呀，啊，也不用检测，太方便了。好，我现在啊去弄了一个3轴的自拍杆，但是还不习惯，我觉得还蛮难用的，还要再练习一段时间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，它里面好像就是。高铁站里面很安静的，虽然人蛮多的，人来人往，但是你不觉得很安静吗？对，他们都没有大声的讲话的，对，都小声的，你发现吗？很安静，就除了就是广播里面在报，对吧？什么车次什么车次，没声音的，是的，对啊。我现在给你讲知道了吧，北上我们就是到台北基隆那个方向，我们现在是到台中嘛，
就是往南嘛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到旁边去坐南下的，南下的火车。哦，知道吧？它不一样的。对，跟我们那边不一样。对。我们就是写什么车次，到哪个月台去等。对啊。哪个站台等？你看，我妈妈问你，等一下我们要坐什么？坐车。坐火车。坐高铁。对啊。对啊。我还没想要啊。哎呀，你现在厉害了吧，这嘛天平哎。走了一头进。走了。一头。喂。小花。这个走了一头。这样。你要看好位置了，坐上。四箱。哥，我们是南下呀，那个前面。我妈妈说她不会分。南下北上。来了吧？马上就来哦。马上，马上。马上就进站。他是从哪站吗？是吧？什么？没有啊，他是到左营的，喏，到左营，看到吗？这个车。Cars number nine, 他开过来了。你爹妈很激动。来了。在这儿，但是超级多。我们一定会上去的。瞧，很漂亮是吧？这里是不是很安静？一会儿就了。嗯，这里是不是很安静？没人说话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阿姨，阿姨，哎呦，终于见面了，见面。宝宝，你干嘛，宝宝？他不赖。您以前是国企吗？退休？我是铁路上的。哦，铁路上哪里说应该待遇很好啊？锅贴来喽！这没什么好招待的。阿姨的手艺。可以啊。啊我妈妈，阿姨，啊，这是我家大姚，我跟你说，好了好了，对阿姨人很好，很客气，特意为我们包了，真的很客气的，你看，吃不习惯，那个锅贴，你看包饺子招待我们，是呀，阿姨，我要向您学习，我太大大咧咧了，像您这个南方人的温柔啊，我要向您多学习您的温柔性格。我吃一个茴香的，是茴香的。哎，你还说你知道是什么是茴香？阿姨不知道，她说没见过茴香这个菜。茴香我以为是炒菜的，放在那个大料了。不是那个茴香。那我这个菜没买过。茴香，那我也本来以为是炒菜的。不是啦，他们跟我还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茴香啊？我们吃的啦，是这个。炒菜，它是菜。一种菜。他们以为搁佐料吧？哦，我以为是佐料。因为我没买过。Hello， 美颜帮我带来这儿啊。往那边有时候那个是那茴香当佐料是吧？尝尝来，甜不？像那个豆子一样的。你尝尝，这是茴香，芹菜。他们都没人吃生的，只有我吃。
对呀、啊，太阳穿生菜，好厉害！真的，我可爱吃生菜了，生葱生菜，这我们北方人才爱吃，南方人一般不爱吃。我可不吃了啊！我妈陪你们喝点水呢，这我还多吃了一杯。哎，人家您来，我妈还坐在桌子上吃饭，是吧？要没我妈平常不喜欢坐桌子吃饭啊。他喜欢坐在沙发上，是吗？不喜欢，就简单一点哈。对，嗯，头来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妈紧张死了。我妈说：“我怕你们吃不惯你的饭。”人家要吃不习惯坐的怎么办呀？我们家老家，我爸妈他们老家是山东的，对啊，山东的。我爸爸他们姐俩是一个南一个北，是不是？对，一南一北啊，一南一北。我妈说。今天我跟我女儿，我们到这个台中来，到大姚这边来，他妈好热情啊！你看做了四种，他很口味的那个什么饺子啊，嗯，锅贴，嗯，锅贴，嗯，本来就是这个锅贴是那个之前就有，早上起来不行，我给他们现做，不要吃那个冰箱里冻的。我说我抱点芹菜的，两点钟我就包完了。你们北方包这个最拿手的，嗯，我那我皮子不会弄，我就是会包，他们包也过来啊，我不会擀皮子，我不擀。你知道吧？就是我们北方人，你要让我们买那种买现成的皮子，我们不吃的。哦，就是我们已经吃习惯自己那种面香的。嗯，你让我去买那个包，我们就觉得你买的皮子你不蘸水，你包不上。对，咸味够吧？可以，味儿可以不？可以，阿姨可以，可以。嗯，好吃，味道好，怕你们不习惯。老太说：“哎，怎么办？习惯了。”我说的，你老太太随便，你妈就会包饺子吧？有粉丝讲，妈你天天包饺子。你会包饺子吧？妈妈是全票吗？你妈妈全票，那我也是全票喽，都全票。对，然后有一个小孩不要了。小孩子不用了吗？啊，不买了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对。买好了。对呀，买好了，很方便哦。后天几点？后天两点多，一头和大姚牵着，两个妈妈。叫，对啊。哎呀，台中这边哦，漂亮的房子也很多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我们出来散步了。哇，台中的晚上没有桃园这么冷啊，也是有点风，但是这个风很舒服。不会很冷。哇，大姚的妈妈真的是很热情啊，然后大姚也很热情啊。然后我妈妈前面还要和她妈妈互留微信。今天下午一到台中站的时候嘛，然后大姚和妈妈呢就在站台那边等着我们了。哎，真的是好热情啊。大姚要给我儿子买地瓜球了。一彤，谢谢奶奶，谢谢阿姨，谢谢姐姐，姐姐，热心的姐姐。对，叫姐姐，不要叫阿姨。我跟我女儿一起出去，我都说不要叫我妈妈，是吧？今天来到台中这边哈，见到大姚和妈妈，真的很开心，真的超级开心。我们现在要继续再去逛逛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吧，喜欢的朋友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